别送了，都送到家门口了，一会儿要被我爸看见就不好了。你也赶紧回去吧，刚才你那么不给你爸面子，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。我想找个时间尽快跟你爸聊一下。我这刚回来，关于杜若楠的事情我还有一肚子的疑问想要问他呢，这么多的事情堆在一起，我怕他会吃不消，过一段时间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们俩的事情我想先保密，对你爸妈也要保密，陈志和欧瑞姐的事情肯定够他们消化一阵子的了。未来的路看似很艰险啊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我怕什么？我是林美雅，我怕过吗？听我讲。听你个大头鬼，我刚亲了你一下你就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亲一下，你不亲我不让你回家了。小雅回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，给我给我给我，我自己拿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赶紧坐赶紧坐，小雅，就放哪儿是吧？王爷爷，小雅，小雅回来了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想小姑了没？小姑可想死你了，你爸刚还念叨你呢。姑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我来一会儿了。